刚刚看到我的，才刚看到你而已啊，不好跟他拍照。我今天的比赛呢，主要一看这个七级号绿色的丹克鲁格，还有九号来自广州的黄世钊，主要看他们两个人，两个人都是1000cc 组的啊。他们两个从这个三月还有六月的比赛呢，两个人就斗得很厉害啊。这两回合都是，不是黄世钊拿冠军呢，就丹克鲁格拿冠军，这两个人在争夺今年的这个总冠军呢、啊，这两个车手。但今天那个丹克鲁格呢比较吃亏一点，这个带伤上阵了、啊、我光是想了一条腿我就很痛的、啊、昨天才开始摔断腿，刚动完手术，今天又上场比赛，这只有老外才做得到，太厉害了。还有三分钟，还有三分钟，我们在跑道上呢，不是车内的人员要离开赛道，你所有的嘉宾还有我们的媒体朋友要离开跑道，包括我们的车模，我们的 model， 车模要离开赛道。比赛呢马上要进行十圈，这个是龙争虎斗，看一看这个71号绿色丹克鲁格。这个腿断了之后，是不是能够再坚持跑这十圈了？而且昨天他摔断腿之前，就已经做出了全场最快的圈速，最快的这个单圈速度。所以呢，这个71号丹克鲁格跟9号广州的车手黄世钊，这两个人是1000cc组的看点。另外呢，就是排在第三号26号来自西安的李振鹏，他绝对是600cc组的冠军啊。所以他拿600组的冠军拿了好几回了，所以他的600车很快啊，不会比这1000的慢，很快很快。好，我们的比赛呢马上就要正式开始，这个今天比赛会很刺激啊，因为参赛车子非常非常的多，43辆啊，然后三个不同的组分开计算成绩。像我们的丹克鲁格站都站不住了，还要比赛，想了就很痛。大家特别注意啊，71号的 Stan Kruger。